早安，我们现在要去机场了，要去机场了。这里去坐地铁、坐火车都是这里。火车站早就很多人哦，现在才7:30，要去机场，要去哪里，全部从这边开始。我们的旅程也从这边开始喽，5天4夜去河内。越南河内我们来了，可以坐这个 KYA Transit 到机场，但是我们不用，我们坐 Grab 过去比较好。这是吉隆坡的地铁，我们从这里坐Grab 过去63块，直接可以去到 Terminal 2。如果我们坐那个刚才的那个机场快车快铁，一个人要50多块。我们今天是用这个 AAC 的 app 打车，比较便宜哦，63块。如果是用 Grab 的话，这边是75块。所以你可以试试用这个 AAC 的 app 打车，直接到机场这边过去是50分钟，63块，很便宜哦。如果你一辆车是4个人的话哦，一个人才10多块而已，还便宜过你坐巴士车去机场。所以来这边打车其实是最方便了的。怎么讲啊，好管有一个人啊，真的是到机场喽，我们将来到这里加买那个高速的路费70块。2-3年没有来喽，这个机场。这里就是 AAC 的 Terminal 2。把机票打印出来比较方便。我们已经打印好机票了。我要进去了。你拿超重的话，它要称哦，称了之后。我们自己进去喽。Hanoi L13。现在我们去 launch。4个几年没有做 AA 秀喽，今天又回来做 AA 秀。我问看 launch 在哪里。这里要检查多一次。现在我们进到里面喽，等飞机的地方，要去 launch。Yes， 我们要进这个 launch， Travel Club launch。我有黑金卡，35块美金。如果你没有这个黑金卡，一个人进来要35块美金。所以我可以 sponsor 水哥进来，一个人可以 sponsor 一个人，35块美金，这样小间的，看到吗？这个 Travel Club Lunch 很小间哦，35块美金，我看有什么东西好吃啊？啊，有啤酒。三
35块吃 salad。35块美金要吃多点啊，这个。啊，这盘2块钱美金。两块都不够啊。一个鸡蛋1块美金。我们也大把时间啦、啊，慢慢吃变成了。哦，那是肉嘛，这就是三吧，大龟钓，很棒，一眼看完喽，什么都没有了，小小的一个 lunch， 七早八早就喝酒看了吗？喝酒的话啊、哦，上飞机好好睡觉。河内，我们来了，河内。这个 lounge 里面没有厕所，所以要厕所的话要出来，出来之后再进回去。我们的飞机还有1.5小时，就在里面坐坐等。哎，有新的东西出来了，有 spaghetti 哦。哦，这是午餐了，我们从早餐吃到午餐了。哇，好多东西吃了。可以食咯，食咗上飛機啦！好吃好吃，快走咯走咯，要上飛機了，快到麻木了咯。我们是 L13，很多人做 AA 秀。哦，有人在排队咯 ，L13。去哈内的在排队喽，嗯，一些准时准时。也是非常准时啊。满满人啊，飞机。Duty free item for the skincare, skincare product, and many more. Please stop us and let us know what item you would like to have a look. We will show you the item. Use of laboratories not permitted at this time is a bit off-putting. In subject to air traffic control,
我们快到河内了，早五分钟到。今天河内的温度是12度，12度很冷啊。想不到 AirAsia 这么好啊，三年没有做了，就想要到之后还跟你讲谢谢。2:20，今天的温度是12度，每次以冷天来迎接我们呢。Have landed at No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Hanoi. The local time now is 6:02 in the afternoon. And for your safety, please remain seated. You may now use your mobile phones or tablet in flight mode or connect to your mobile network.Do be careful when opening the overhead compartment, and please ensure you have all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with you before leaving the aircraft.12度的河内，我要穿衣服了，好冷哦！你看我跟水哥两个，只是穿 T 恤而已，12度，12度不冷，本身就冷到外面才知道。河内很美耶，我们刚刚下飞机，这些人就要上飞机回马来西亚。所以这里的空中小姐不简单了，刚刚下飞机又要飞回去马来西亚了，真的是有感觉到冷哦，12度，等一下子要出去之前要把衣服穿好，要换掉衣服，看到吗？马上变了，哈哈哈哈！这是我第五次来到河内，河内很好玩的，看到吗？全部人都在穿衣服喽。12度的河内不错，非常爽啊！12度，越南出海关什么都不用填，直接去就可以出了。好多人啊，好多人啊！海哥，终于出来喽！这里就是河内的机场。我们在这边叫 Grab 去酒店 Current location 娱乐娱乐 OK 用 Grab 啊，看有没有车哦，马上有车了，他们车牌我都不会看了，都第61.89哦。OK 河内机场人山人海啊，这里有巴士直接去城市的，我们还是叫 Grab 比较好。
交个294千，等于马币差不多60块左右，58块。出国只要会用 Grab 就很简单了哦。我们来越南都是用 Grab 的。我们的旅程就从这里开始，现在去酒店，对吧？全部都是做 Grab 的。对。越南的经济很繁忙哦，看到吗？看那个机场就知道了。很冷一下，这里12度。哎呀，坐 Grab 直接去酒店方便啊，行情很好啊，这里。Can speak, Jenny. Can speak. 哇，这么冷呢，穿到这样。到酒店喽，这里就是河内的中心。这里什么都不多，摩托车居多，和胡志明一样。这里差旅游景点了。
累人家，辛苦了。来，酒店到喽。这里就是越南的老街。这酒店不错不错。我们现在出去喽，逛逛。走在河内的老街，这里就是最多游客来的地方。要去找东西吃。这个老弟不错，坐在路边饮个啤酒么？现在刘大翁带你们逛河内啊，这个地方我第五次来了，第五次。这个好不好？就是河内的啊必来之路，连这边一个湖，很熟了我，又记起以前我来的时候了啊，这个湖一定要来的，连这边很多游客来这里。喝咖啡在人附近喝，这里很多美食哦，都不知道吃什么好。我还记得这里的 Highland Coffee Coffee Club， 看到吗？我们就住在这边附近，所以很方便哦。这里叫做 Oak， 这里叫做 Oak Water， 我就在翻译它叫做老街就可以了。很特别啊，猫屎咖啡，辣点酱，找东西吃先了。越南的文化就是坐在路边吃。我们就来这一家吃。有价钱的，不用怕。来到越南一定要吃它的那个粉，看到吗？我们不知道哪一家特别好吃了，看到这一家不错。是一个干的，一个是汤的，看哪个比较好吃。嗯，不错，好吃好吃。像一碟粉差不多50千他们的钱，马币差不多是10块钱。这个六条120块他们钱，120千他们钱。差不多是我们20多块。这里的食物吃不是很习惯，但是也是吃完了，肚子饿，没办法，吃饱喽，吃饱喽。我们来到当地才问那个哈隆贝的船，2天1夜看多少钱？
文美啊。这里是河内的湖，不是西湖啊。这个湖也有点像西湖那么冷哦。湖很大哦。杭州有西湖，河内有什么湖？欢店嘛，欢店。这是河内的欢店嘞。厕所，在这个湖边走一圈，好舒服哦！这天气，刚才我查了10度，这是河内。耶。现在河内的时间是6点，6点就这么天黑了哦。我发现这边很多外国人都是鬼佬。简单哦。这是河内的夜晚，Happy New Year 2024 Vietnam。麦当劳。我去麦当劳喝咖啡啊，麦当劳喝咖啡，麦当劳咖啡。外面太冷了，去麦当劳一下。这不是孤立的麦当劳啊，这是河内的麦当劳。河内的麦当劳啊，这边的咖啡还有这样的哦，麦当劳啊，那咖啡比我们马来西亚贵哦。那如果喝这个咖啡，一天晚上不用睡觉，怎么样？不要喝了，等下不能够睡觉，麻烦。
啊，越南的晚上。哇，这地方好美。晚上好美啊。最重要是它气候很爽，现在10度左右，这个地方坐下来喝两杯，哇，更加爽。带你们逛河内的街大街。出来好冷啊。今晚的风好大，真好冷好冷啊，就好像回到杭州一样啊。哎，好料的门。我哋饮果啤嘅地方啊！住的这条街，酒店就在前面而已。就订了团，后天我们要去这个哈隆贝坐船，2天1夜，在那边船上上一个晚上，2天1晚，住在船上，5星级的。$220两个人。早上旅行社会来我们酒店接我们，到时候直接去哈隆贝，在哈隆贝过一个晚上，然后才拍给你们看美丽的哈隆贝下龙湾。我们酒店就在这里，这家酒店。上去酒店下来要去外面喝酒了，对不对？这地方喝酒。哦，好热闹啊，这里。这里它的酒吧街。好热闹哦，这里。好，五万，河内的酒吧街。
你好认真哦。坐在路边吃东西。再来个黄金炒饭。我们来到这个河内，应该是最冷的时候啊，现在是九度而已啊，九度，太冷了，太冷了，河内。这么冷的天还在喝啤酒啊，够力啊！坐在路边吃东西好舒服啊，冷冷。吃饱喽，吃饱喽。看我们这样吃，马来西亚钱80块。这里吃东西价钱不是很便宜哦。到河内又遇到最冷的时候哦。那个麦翅老板说，这里通常都是最冷是12、13度，今天来到9度哦。我们要走进酒吧街喽，这里是河内的酒吧街。这酒吧街好热闹啊！夜晚夜热闹啊，那声音好竞争啊，在拉人喝酒啊。这家店应该是好吃。上面全部喝咖啡的。到河内通常都会来到这里哦，这是它中心点。哇，风吹来好冷哦。没事，老弟好亮。
然后去买罗蒂了咯，黄色的。十点的河内，这里晚上十点就关店喽。我们走了一大圈，就走回来酒店喽。这是我们住的酒店，不错的酒店，它的地理位置很好。左手边就是酒吧街了，酒店楼下有卖吃的哦，也有喝酒的地方，可以在酒店楼下喝酒。酒店它的地理位置很好，非常的好，房间很干净啊，价钱也不贵。一个晚上马币差不多是120块左右。这是我们酒店哦，这里是酒吧街咯，很方便啊，地址很好。酒吧街越晚越多人喽。竞争很竞争啊！啊，坐在路边喝酒啊！哈诺晚安，哈诺晚安，再不晚安我拍不完喽。晚安啊，内晚安。呀，内晚安。这里这样一支酒30千他们的钱，钱就是我们买下6块钱。坐在这样环境下，一支6块马币，这才吃的东西。看到吧，30千。这里喝啤酒贵贵的，就是它酒吧街。正中央的酒吧街，今晚我们就到此为止啊！河内晚安，河内的酒吧街晚安。哎呦，在原酒吧街喝酒很爽啊！河内晚安，酒吧街晚安。